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天气有点好，我要到山上去拿点柴火。砍短一点了，柴火拿回去。这柴火有点湿了，要晒两天，因为这两天有点下雨。我发现这个树里面有一种美味，就是这种，小的时候经常拿这种种子来烤着吃。这个柴火里面有很多虫子，连这小鸡都来找虫子吃。这鸡一点都不怕人，只要有吃的，它什么都不顾一切，它都要来找吃的。你娘的，我操你妈呀！刚刚找到这几个虫子，其实我还很不舍得给这个小鸡吃。烧起来特别好吃，但是太少了，还是给他们吃好了。放这里晒两天就可以了。